刚刚出去逛了一圈，买了一点西瓜。今天我感觉重庆这边的西瓜挺贵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像这样，2.5块、3块。我记得前几天的话，基本上都是1.5块啊，1.5块左右。这都是基本上都是3块，最便宜都要买成2.5块。这女儿还买了一点这东西，这我们不是回家了吗？平常我们没在家的话，她都基本上没有机会吃这些，回家了就吃吧。好热呀！好热呀！休息一会儿。重庆这边的天气太热了，出去逛了一圈回来，我一杯水都喝完了，还没过到瘾。这里面还剩了几坨冰，是这玩意儿喝起过瘾的。那个饮料有啥喝头？喝都喝完了，当然没喝。别点我的黄嘛，我不要。那说的也是，那喝都喝完了，那当然没什么喝头了，对不？网友们大家好啊，看现在几点钟，现在9:40。因为我今天5点钟发了一条视频嘛，就是我们前两天回来女儿看见我们激动的哭的那条视频。这一发了之后，我们晚饭吃了就出去了，出去了我回来刚刚打开手机，我看全网我发了7个平台吧，因为这视频有特别多的网友，有骂我们的，有说我们不管小孩的，也有挺多关心我们的。首先怎么说呢，还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些网友，哪怕就是骂我们，对不，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关心啊，真的特别特别的谢谢。我说一下怎么回事儿吧，一说了朋友们应该就能明白。因为我俩都是属于80后，我86年的，黑妹88年的，这是属于80后了。80后的话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，家里面还有70岁的老母，真的是70岁的老母。因为我有一个姐，我姐都40多了嘛，我都30多了，我老妈也70来岁了，还有一个11、12岁的女儿。我俩就出去了，就把他们放在家里面。有些朋友们就好心提醒我们啊，就不要出去了呀，照顾家呀，一言难尽呐，对不？说着也心酸。我俩那没有工作，把这玩意儿当成一份职业，当成一个工作，也要养家糊口啊。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一家的这种开销还是特别特别的大，谁想出去？这年头不是有迫不得已的东西的话，谁都想在家里面照顾家，对不？这没办法呀，这就靠我两个主要的劳动力，一老一小的话他们也不属于劳动力。这玩意儿怎么说呢，俗话都说得好，对不？那网络上特别流行的就是网友是天，网友是地，有了网友才能顶天立地。网友是风，网友是雨，有了网友才能呼风唤雨。万能的网友们也可以帮我两口子想一下，出谋划策，像我在家里面在附近能有一个什么好的门路，既能养家糊口又能照顾家庭的，最好了，那是最好了。那就不用到外面去奔波了，到外面去也是无奈的选择。因为我俩特别的闭塞，以前就在家里面打了10多年的鱼，那接触的都是和捕鱼卖鱼这一块的，冷不丁的一捕鱼了，我两口子一上岸了之后，真的是摸不着头脑，真的是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干啥。还好万幸接触了这个自媒体嘛，对不？认识了这么多强大的网友，所以说网友们也帮咱出出主意吧，咱也不想出去啊，这东西咱也没有什么什么理想什么愿望哦，要什么走遍全国走遍啥的，那些咱不扯虚的，对不？玩自媒体的有几个不是为了挣钱的，对吧？咱是最主要的就是养家糊口。感谢网友们的谢谢。看一下咱家这个不要脸的小咖啡，别拿给他吃，别拿给他吃，就让他看着。这狗这东西你越拿给他吃，他越把你忘着。
哼，太不要脸了吧，你看他。小咖啡，要点脸不？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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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我这里来耍，来吧。你吃的都没得，还想我陪你耍？他说你想多了吧。他说没必要，你有好吃的汉堡包给。我来看一下你那副想吃的嘴脸呢。太不要脸了，就想着吃东西的一天到晚。给点吃吧，给点吃吧。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我嘿，过来我抱。他闻着那个味儿挺香的，知道吧？我妹妹没啷个耍似的，又啷个耍似吧？哎呀，转到那边去了，用过那个。看着，他想吃，看着都好笑，这狗啊！这都吃了晚饭的，出去逛一圈买回来还没吃得完，这里还剩一个，这里女儿吃了半个都没吃完，等会儿回来吃。去把小咖啡放出去来，这我们饭吃了，我们都出去逛了一圈了，小咖啡没去，就把它关在家里面的，去把它放了回来再吃，走一圈又肚子又饿一点了，好吧。哎，你擦的那个花露水，那楼下面那个草里面特别多的蚊虫。哦，刚刚还买了一瓶花露水回来，那蚊子那咬人，昨天我和女儿下去10多20分钟咬了10多个大包，注意安全哦。